等一下呢，我有一个土耳其朋友要求婚，所以呢，我要拍这个过程。他跟我说：“大哥，可以帮我一下吗？”我说：“没有问题。”他女朋友是台湾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非常浪漫、很感动的画面，我也很期待、很紧张。他跟我说他在饭店里面哦，在这个 lobby 附近、柜台附近要求婚的时候，他希望我可以帮他拍一个漂亮的画面。算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就是要记录，那可以送他这个影片，希望他会很开心，他女朋友会开心。哇，如果这个求婚成功，啊，他们结婚那一天呢，我相信把这个影片一定会在他们的婚礼里面会播出，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求婚的过程。OK， 我先进去里面饭店找一下朋友。哇，他找到，他在这里，他在这里，找到他了。다사이즈가르디심헬로Are you ready? I am ready for that. Look at this, okay? My camera is ready. Oh, okay, okay. So, let's do it. 麦克放在这里。希望他女朋友没有发现他在里面吧。他在哪里？他在里面。Pardon? For us, could you please get some glass for this? For us. Going to start that. Okay, 加油。天哪，我好紧张哎！等一下要求婚，加油！他们到了，在后面求婚中。Oh my God! Hello! Yes! 我们要听一下，我还没有听到哦，还没有听到，这一次还没有听到。One more time, you need to propose. Oh, okay. Louder, louder. 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吧？对不对 ？Video, me. Come on. Come on. Yes or no? Yeah! Wow!天哪，我好紧张哎！恭喜你们，恭喜！哇，饮料也来了！天哪，我好紧张哎 ！Congratulations！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恭喜！你好，他是我朋友哎！我知道。对啊，他在这里是帮你安排一个，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求婚，我在这边帮你们记录这个时刻。有没有很紧张啊？很紧张。你看，天哪！亲一下，一个 kiss kiss 嘛，一定要 kiss kiss 嘛。哇，太感动了。今天拍了这个过程之后呢，突然想到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求婚，因为那一天我也是很紧张，非常的感动。其实我是很早就开始准备，为了晚上的这个八点的那个时刻，他老婆来的时候呢，我想要惊喜给他，我做了很多的惊喜，很多气球，还有他的朋友们出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哭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在新闻上看过我求婚的那个画面，但是呢，如果你们错过的话，不要担心，因为我还有 VCR。啊，你们看，我哭的什么样？好惨吧！那个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过我会哭。其实我知道我是一个还蛮这种 sensitive 比较敏感的人，会很感动，然后遇到一个状况，我觉得我就哭了。然后老婆那个时候就开始安慰我，说没关系 ，it's okay, I do， 就是我愿意嫁给你 ，OK，come on， 不要哭，因为到现在我看过很多求婚的影片，大部分都是女生哭，不过呢，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一个男生哭，应该是我的求婚吧。啊，反正我觉得求婚是人生最让人紧张、最感动的一个时刻之一。今天的影片我觉得是，算是最近我拍过的最有意义的影片之一，希望大家都喜欢。搞不好你们现在在打算要求婚，那就是你们可以参考一些我的方式跟我朋友的方式，还有国外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看看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比较适合你们 ，OK？ 好，我的影片到这边，我们下次见 ，OK？ 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拜拜。